哎，伊夫卡，哎，最近常看你 PO 一些阿美去跑山，嗯，还有一些车距或者是洗车的动态，嗯，怎么现在很少看你 PO 啊？哦，你不觉得最近工作失职很多吗？哪来时间开阿美？更别说是 PO 动态了。不过今天刚好有时间，我们来去开阿美跑跑山，然后顺便去喝咖啡，怎么样？当然好啊。哎，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看你在玩游戏，对，什么游戏这么好玩？神来也德州扑克啊。德州扑克，嗯，其实我一直有疑问，就是我没有玩过德州扑克，听说它的玩法跟大老二或是二十一点蛮像，蛮想玩玩看。其实啊，如果你会玩二十一点或大老二的话，玩德州扑克就不成问题了，因为一样都是比牌的大小啊，而且啊，像是我们手上一开始会有两张手牌，然后这个牌桌就一去八出三张、四张，甚至最多五张的这母牌啊，这时候呢就可以按照手上这些的牌型啊去组合出像是同花大顺、四条或 full house 这些的组合哦。也因为呢，我们这些玩家彼此不知道之间的牌是什么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跟注、加注，这是 all in 的方式，用气势赢过对手，赢过牌局。听起来跟大老二还二十一点都蛮像，还蛮简单的。那玩一局会不会很久？不会啊，玩一局大概才一分钟左右而已吧。而且你可以看我们刚缴费的同时，我已经玩完一局了。哎，这样很棒哎！那这次借我玩一下，你先开车了。好了，你拿去了。那坐好，我先准备出发了。哦，我刚才跑这段超刺激的呢！哦，难怪你常常去跑山啊！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跑山超血压的，这样子可以释放一下我工作的压力。而且你看看，我们刚配那么凶，引擎现在很热，这时候打开引擎盖散热，同时就可以来玩一道德州扑克，延续一下刚刚跑山的热血啦。对，我觉得玩德州扑克很刺激的点是需要靠技巧，而不是单纯靠运气。而且在抓对手牌的时候啊，加注金额还可以无上限，赢的话就可以一次翻身赚超多哎！哦，对啊，但是你有发现哦，你知道登入神来也德州扑克之后了，马上就可以开桌，马上就可以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啊，神来也德州扑克是台湾 iOS Android 下载最多的德州扑克品牌，所以呢，它人数最多，开桌速度最快，而且哦，它还是国际机构 ITLS 认证的公平发牌的游戏哦，所以每一场的游戏的几率呢都是公平的，所以呢，玩家呢可以发挥自己的本领来体验当赌神的快感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手机再借我玩一下。哦，不用啦，自己去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下载游戏，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去 Apple Store 还是 Google Play 商店去搜寻神来也德州扑克，自己去下载游戏啦。